陈伟霆自己动手剪寸头，撞脸吴彦祖，简直 A 爆了。陈伟霆在当今的娱乐圈可以说是一股清流般的存在了，颜值高，身材好，身上也没有大家所诟病的小鲜肉娇气，平时也没什么负面花边，唱歌认真，拍戏卖力，堪称男明星当中的劳模。当然在妹子们眼里，陈伟霆活脱脱就是一枚行走的荷尔蒙，长相帅气，身材又是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堪称理想男友的范本，很多时尚杂志都非常喜欢找他来拍封面大片。不过虽然上面这些发型也都不错，但陈伟霆最钟爱的还是寸头了。这不，今天一则陈伟霆自己动手剪寸头的帖子就登上了微博热搜，引发网友们的热议。从他的 vlog 里，网友们看到了他自己给自己剪寸头的完整过程，陈伟霆留寸头分分钟帅到飞起。而我们身边的很多小哥哥剃成寸头之后，往往跟过去的画风会形成鲜明对比，